我现在人在大理无量山樱花谷，这里属于大理市南涧县无量镇，给你们看看满山的樱花。这个地方占地2000多亩，也是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里面段誉练凌波微步的地方。这里现在种植了茶园跟樱花，这后面是樱花，那个山上面都是茶园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，远处有云海，天气阴着的。现在正是花期，那个绿颜色的就是茶树，茶树跟樱花树同在一起生长着。这边还是一个打卡点，荡秋千拍照的话会特别的漂亮。这一片是铁观音哦，乌龙啊，那些茶叶在哪里？乌龙就是在公司门口山下。对面是不是二号景区？对面是二号景区。对面二号景区那个山上面种的是啥茶？金萱。金萱，这个景区里面就是整片都是茶叶是吧？是的。好，谢谢啊。看看这铁观音，它大概什么时候才会生长好啊？这个铁观音。四五月份啊。四五月份才会好。啊，四五月份才。结果现在就是被圈起来，然后要收门票钱。其实这是人家的公司里面的茶园。往年的时候就是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，就是早半天是天气阴着的，下午出太阳。不是，也是这两天因为天气下雨是吧？啊，这两天下雨。